若是你的名字不被人记住，你的旅途不被人歌颂，那么你觉得这趟旅途的意义何在？就算不被记住，和同伴们共度的时光或许就是意义，和同伴们共同创造的未来也是意义。不错的回答，我记下了。我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那位烛影猎人没再说什么，就由这无声的夜色来替他回答吧。